这个呢就是 Benefit 新出的双色唇膏啦，你看到呢它好像一个水滴形这样啦，主色呢就是上面那橛啦，大一点的，下面小小三角形那个呢就是呢深色的部分，我呢就近点给大家看看那个颜色啦。然后呢我就会试一个质地给你看啦，咁我用那个呢是橙色，唯一得一支是橙色的啫。咁佢點解有呢個設計呢？咁就係呢，因為其實而家都唔係好興用純線筆㗎啦，咁所以呢佢上面尖嗰個設計呢就係貨呢你當純線筆咁樣畫咗個外形。咁你見到我個嘴呢連用潤唇膏都冇搽啦，咁我就先呢就用咗嗰個尖尖位呢就畫咗嗰個外形先。咁呢就圓嗰個唇線嘅邊緣啦，就畫咗嗰個邊位先，咁呢度都係啦。如果你要畫唇線咧，畫得 smooth 咧，你最好咧，好似個嘴咧，就咧笑住嚟畫。咁咧，其實想像中咧，我以為佢嗰個色係都深嘅，但係佢比我想像中咧其實係淺過你見到個色咯。咁之後咧，嗱我畫咗個唇線啦，咁之後咧就用中間嗰個位，就是这样了。那个层次呢其实都挺接近的，不过我们你看到呢唇膏呢你觉得呢那个色差很远，但其实是近的，然后个滋润度呢感觉上它一定是润的，但是你画极润就不至于咯，所以如果你很干的话你最好之前打一打個底先，咁但係如果你話上色到咧，就係你而家見到咁，其實就好上色嘅。咁咧，同埋佢冇一陣辣味，因為我好怕啲唇膏咧人工味太香啦，或者即係有時唔知點解，就算冇人工味都有陣臭味噶嘛。咁呢個係冇味嘅，搽咗上去都舒服嘅，即係你唔會覺得全日有陣人工嘅香料喺度纏繞住你個嘴，所以佢係冇味嘅。感覺上是舒服的。